在又是观赏航天综艺的时间了。嗯，向云啊，我们这个单元好像都在介绍港台的艺人啊。哎，这是不同啊，我们介绍两位本地女歌手。哎，其实本地的乡野是挺大的。哎，首先要讲到的就是邓妙华。哎，邓妙华是我国呢第一位打入台湾市场的本地歌手。是啊，那是1981年，他把《千里》这首歌曲带进台湾，马上引起轰动。现在他在上台湾宣传节目的时候，也要唱这首歌，可见这首歌曲的魅力。没错，在本地呢，邓妙华也演过《小飞鱼》这部电视剧，也演唱过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。那么曾经在媒体很少曝光的他呢，最近突然间又活跃起来，出现在这个演艺圈了。是吧？再让媒体来欣赏他曾经在我们综艺节目演唱过的歌曲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就是本地女老板歌手，她就是叶佩芬。嗯，叶佩芬在17岁那年呢，以《秋风》这首歌曲在斗歌经历勇夺冠军，给观众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哎，可以说是一鸣惊人。后来她就登上另外的舞台，在商场上进行发挥，发展她的美容事业。嗯，现在她是商场上的女强人，不过对于本地的歌唱事业呢，她还是很关心的。就好像百忙中呢抽空担任这个 superstar 的评判，为发掘本地歌手尽一份力。让我们一起欣赏叶佩芬曾经为我们综艺节目演唱的歌曲《冬夜》。
黄金舞台。首先要出场的是涂丽萍，她演唱的歌曲是《你曾经爱过我》，欢迎她。过去你曾经爱过我，燃起了心里爱的火，你曾经悄悄地对我说，你心里只有一个我，谁知道你欺骗了我，刺伤了我的心，不甘心又奈何，歌曲是《知心话》，欢迎他。
朋友是杨少华，他要演唱的歌曲是《希望在明天》，欢迎他。三位朋友的演唱，每周一星就要登场了。文勇啊，今天的特别嘉宾是谁呀？想知道他是谁的话，就千万别走开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今天的每周一星的特别来宾，他很特别，他能演戏，能主持节目，又能唱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歌曲
一起欢迎最受欢迎的红星黄文勇。歌曲，哎，文勇你很厉害，我数一道菜，你唱三首歌。因为你煮的菜很快，所以要用歌来填补。那倒是真的。那是我的荣幸，多唱了一首歌。不过我跟你一样，都是真材实料，我用真的材料，你用很好的歌声。就是好料不用多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多的就是不好的啦。你不要这样谦虚啦。开玩笑。哎，文勇，我其实上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，为什么你那么会唱歌啊？唱的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像刚才那首歌难度很高的。其实我因为今天唱的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，近来不是很多人唱老歌了，对，而且我觉得有很多歌曲是在过去给人家忽略的，这些都是最近卡拉 OK 非常这个热点的歌曲啊，就是我的朋友介绍给我，所以我是蛮喜欢，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，一定会喜欢的。那么你到底有没有拜过师呢？没有啦，就是无师自通啦，就是只要对自己的兴趣多培养，我相信煮菜也会煮到好味道出来的。啊，实在太好了。其实我刚才跟文勇说过，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他个人演唱会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最重要有人买票，不知道开演唱会没有人。好，那么特别嘉宾神秘嘉宾就是向云。好，所以你们先做好准备存钱啊。我再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好不好？好，一首就是深深的爱，还有一首就是寻觅。好，一起欣赏。
更爱你。为什么你要离我远去？想起从前甜蜜的过去，枉费我一片真心对待你。如今我怀有满腹的怨气，我恨你，恨你无情无义，把我来抛弃。啊，我又深深爱你，希望你回心转意，又回到我怀里。
我们载歌载舞，也要谢谢为我们全场伴奏的白鸥乐队。还要谢谢所有参加演出的嘉宾和朋友们。对呀，谢谢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。哎，记得了，下星期六下午1:30，黄金年华，我们再见。